哇，这么贤惠哦！废话哦。怎么？你在厨房偷吃东西哦？你看，表面很期待，这是什么？那个、啊、法式吐司。法式吐司啊，基本打工换宿的时候学的。哇，好专业，超好吃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啊。它的蜂蜜超好吃哎，嗯，漂亮。你还拜托哎、欸，它、啊、好可爱。等一下，太乖了，开始卖乖，太乖了。哇，这么贤妻良母。哇，煮完了、哦！哎、欸，煮完了，四菜一汤哦。哎，什么？啊，为什么咬我的袜子？啊，不要咬人家袜子！什么？我在看什么？看便便玩大便了，按这个。我录影。你玩什么？我们在遛狗。好吗？帮我看一下这个豆浆有没有糖？有吗？店员一直说是有糖，很低，有啊，有一点点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很低的一点点，很健康，但我也要喝水，有很低。这个叫做酒糖豆浆，那我拿这个再点一杯，味道都不一样，我就把你扒去了，你骗我。帮你吃一下，你们干嘛一直偷吃我肉燥饭？我没有破音，他是不行的。你闭嘴啊！那你现在唱黑色幽默，我听听看。不行，别卡住了。卡住了，他卡住了。I got a bottle of Patron and some lights off. Two red devil looking eyeballs, and I'm finna turn up when the night falls. If you hear a siren, then it's my fault.